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掌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插播一个消息，我们现在已经7:30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台前的帐篷已经开始在摸彩喽。如果呢，你的手上的兑奖券是 A 券，上面是 A 券，请到台前兑奖，前面的帐篷可以去兑奖喽。现在你手上的摸彩券是 A 开头的 A 的，麻烦到我们的右前方，目前可以开始去兑换奖品哦。那我们学校的所有的老师跟学生呢，其实呢，爱心真的是不落人后啊。我们校方呢，除了捐赠给刚才的家福中心以及慈济功德会之外呢，我们还捐赠给以下的团体：财团法人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5000元，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儿童创伤基金会6000元，财团法人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5000元。还有财团法人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6000元，中华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协会5000元，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5000元，创世基金会6000元，财团法人在台湾早产儿基金会6000元，还有私立惠民防空育幼院6000元，合计共50000元。